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交通生活新天地频道，本频道订阅人数已经破900咯，谢谢各位观众的支持。我们的 Q&A 时间也终于来啦，截止到明年的1月5日哦，请各位要记好，欢迎各位观众在本影片下方留言处留言，或是到 FB 粉专也 OK，希望小编之后能够拍什么样的类型影片，或是个人问题都能提问，小编将一一的回复大家。然后在这边要宣布明年频道的重要事情，我们明年频道名称将会由交通生活新天地改为安哥生活日志，我们影片将会新增灵异探险、都市传说等等的影片，但台湾高铁跟客运公司我们将会暂停拍摄，也希望能够快一点破1000人的订阅数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一次见，拜拜。